好，在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，我们介绍一支很强的转档程式，它叫做 FFMULTI 这支程式。我习惯在 dash 列上面打 FF 两个字，它就会出来。好，当然你也可以在程式里面影音里面找一下。好，在这里 FF Covery 的这一支程式，好，这支程式真的很强，它可以做什么？它可以做各种影音的转档，它接受各种格式，也可以接受图片，也可以接受文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文件。我们想把 DOC 转成 PDF， 啊，当然你可以一个档一个档在文书处理上面慢慢汇出，那我们也可以一次把它转出来。例如我们在文件里面有两个，我们一次选两个 DOC 档，把它转成什么？DOC 转成 PDF， 其他格式你自己都可以去试哦。那支援各种开放格式，哦，甚至转成网页都可以哦。那我们就把 DOC 转成 PDF， 然后最后选择你要转到哪里去。好，我一样转在文件里面好了，哦，放在文件里面。你要开始，好，按下转换，好，这样很快的它就帮你把所有的转完。好，在我们的这里面有没有这两个 PDF？ 有这个，这个，好，温德国小观课记录，好，是这样，好，很方便的，它就可以帮你转换，它也可以很方便一次帮你把图片全部转成 PDF， 好，做法一样，我们把这个删除，我们要做加入的是什么？图片，好，那我把这两个圣诞老公公的 PNG 档放进来，我在图片里面，我希望把它转成 PDF。好，选择来源，选择你要哪一种转换格式。好，最后输出在哪？我还是输出在文件里面转换。好，这样一下子就转完了。圣诞老公公的 PDF 有没有在？有，这是图片了，图片已经把它转成 PDF。好，相当强悍的一支程式。好，介绍给大家。大家可以好好去运用它。